谁在钓鱼啊？谁？我看一下，有人是谁在钓鱼？我看一下，给点福利会死，一抽入魂都不接。嗯，我这不是我给的福利吧？是官方给的啊，对吧？啊，我要不要接？这是我的问题吧？这个人讲话怎么这样子啊？什么叫给点福利会死，一抽入魂都不接？我接了好几年了吧？我就是现在开始，我不想接，不行吗？我还要问过你的意见是不是？江上东。我要接一抽入魂，我要问你，欸，我可以这次可以不接一抽入魂吗？我要这样子吗？你是谁啊？你哪位啊？他妈的，你有付钱给我是不是啊？低能儿，干嘛的？我不接，我还要看你脸色是不是？废物，免费仔，他妈的，五年来也没看过你抖内过，你谁啊？妈的，不接一抽入魂那边唧唧歪歪的，那不想动怒还要逼我，都是你们逼我的。那本来就是啦，这种人就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我本来是想做一部影片解释为什么我不抽一抽入魂，不过姐姐说啊，你这样拍这种影片哦，一定会有黑粉或者是一些酸民在那边追你，他们会觉得这是应该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大家不能有这种心态，你们不能觉得一抽入魂是应该的。你们知道吗？你们就是免费仔当久了，就觉得不给了，不治理了，不对。但是这东西本来就不是应该的，懂吗？我们要改变一下心态。谢谢张恩硕，你看，这就是官方养成玩家的坏习惯嘛。他每次玩家讲什么就改什么，啊，这次玩家上什么不改，那就是官方的错，就是官方养的啊。而且我不抽一抽入魂，我也解释过我的理由了嘛，我也不是无缘无故。如果今天那哪一天改成，哎，都以后都送大奖，那我就抽啊。我觉得不要浪费大家时间嘛，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啊，也不要浪费观众中奖者的时间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我就抽啊，看能不能我这样子哦，我这次不接，看能不能就是让他们正视这个问题嘛。那他们都一直不改啊，每次到那边什么人数要多少才要送什么，要送个东西在那边唧唧歪歪的，就是条件那么多，对不对？干脆不要送好了，对不对？谢谢 Claire。谢谢高桥林啊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50000多。一转的素材，工会洞窟好像有。哎，你不觉得我刚刚讲的话很有道理吗？你们觉得有道理的，帮我按个赞，好不好？就是有这种免费仔。真的，大家不能把这种别人就是好心给你们的东西，当作理所当然。谢谢猫头鹰啊，好久不见。我的那个骑士团出现了，喝酒了，这会养成坏习惯。对，如果说我这样子做，可以让官方可以下次正视这个问题，就是知道送都送大奖，那这样子对我们来说，对你们来说，是不是也是双赢？对，你不会抽奖，而中一抽入魂，几千几万个人，新年快乐。你不会从几千几万个人里面抽到一抽入魂，然后结果抽到什么那个小奖艾莉亚啊什么这种，你会爽吗？谢谢徐母猪，新年快乐！感谢徐母猪。还是我应该要做一部影片讲，然后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这一次不抽一抽入魂。这次活动其他小卡需要特别留吗？炸板那一只可以留两张吧，不然太多人问这件事情。好，然后最后你们想要看水的还是光的？水应该光的比较好看吧，光的是倍率最高的吗？光的那一只是倍率最高的。水达光的，
你觉得不用？光的当头，尾巴随意。影片可以解刚刚那段，点阅肯定好。真的吗？啊，不然如果大家一直问，每个人都一直问说，哎，请问这次一抽入魂礼拜几怎么办？选光的哦，计程车事件有后续吗？计程车事件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画个 YT 社群 ，YT 社群都没人看，录个十秒我就不想接，我就烂。做一部影片让官方正视，我也觉得，我真的觉得一抽入魂这东西真的他们要。他们要正视这个问题，因为像以前我们一抽入魂随便开都嘛5000以上，甚至到8000，最高了也有8000人看哦。那个时候随便开都一堆人嘛，那个时候几率很低。那现在看的人就比较没有那么多了，你还要弄一些门槛，什么2000人送多少，5000人送什么什么的，我就觉得没意思啊。要送就干脆一点，直接送大奖，对不对？我背后车撞到哦，那个已经。过很久了，都解决了。对，那个保险都帮我解决了。要实战分析吗？我再实战一下这个啦，这个我还没玩过，逆转形态的。一抽入魂不接原因，暴气怒嘴酸民。这个 Fuggy， 我觉得你挺有当这个记者的前途的。来，等我一下啊。喂，喂，喂，喂 ，Hello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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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不用谢谢。什么房贷健检中心干？好啊，没事没事，继续。这一支要带什么？来一个建议配置，光心。光机械哦，武士拼图盾，打这怪也，啊！官方干嘛呛我？这又没什么，这种东西我又没收钱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想接就接，不想接他们也不能嘴我啊，又没给钱，又不是有签约，对不对？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想接就接，不想接就不接啊，又没什么。